海贼王 DIY 日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处理的是朋友拿过来开机会闪退的电视。这个电视很特别哦，开机之后它就会闪退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开机吧。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。妈，包括这种镜头哎，怎么办？这个啊，拆了再说。哇哦，果然有海盗，不，海贼之风。啊，就是把它拆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不过今天手比较懒，用电动的。啊，这样子是可以减肥你。它现在电路板也变小了，你看，主板跟电工整合在一块上面。我们直接抓它的电压，5伏特已经找到了，1.2伏的内核电压也找到了，这个是36伏，应该也没有问题。这样整个感觉起来供电应该没有什么状况哦。这边灯条啊也给它做一下测试，先把线给它接上去，我们等一下用 LED 的测试仪来给它测试一下。驱动电压62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来测试另外一组。好，送电测试，哎，也差不多是60伏哎，这样子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才对啊。那你说这里没坏，那里没坏，到底是哪里坏啊？答案在另外一边哦。啊，另外一边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荧幕。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边的时候，它就是一边亮的，一边暗的。然后黑掉的那半边呢、啊，就时好时坏的。这种状况其实就是那个灯条啊，时好时坏。所以就直接拆机壳啦、啊，我们把那个背光的灯条拿下来，这个没有什么好疑惑的。但是对于要拆面板这件事，其实有一点心理障碍，之前有弄坏一个荧幕过。灯条换了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下次就可以挑战那个偏光膜。啊，海贼王现在电视那么便宜，谁再跟你换偏光膜啦？啊，你说这个哦，我有几台不知道要不要修呢？那个换偏光膜的真的很鸡肋。啊，这个扣子哦，一定要用塑胶翘板来开哦，不然有可能把荧幕弄破。我们之前有拍一台那个 AOC 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。这件事情一直留在心里有印痕呢。还有啊，也因为上次把萤幕拆坏了，这次我连吸盘都买来了。现在这个液晶面板用双面胶粘了，如果没有吸盘，真的也是很麻烦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导光板的压条呢和导光板拿下来。啊，什么导光板？啊，就这些塑胶片啊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是背光扩散片吧？哇，海贼王，你哪家搞什么拢知？哎，我钦差公公的啊！啊，如果不对的话，不要找我。这扩散片要小心哦，它还有背胶粘在上面。这个灯条啊，都要换掉。但是我们给它测试一下，第一条是好的，第二条好的，第三条有问题，然后剩下通通都好的。
欸，现在第三条又亮了，然后又不亮了，啊，所以要怎么办呢？就通通换掉了，不要再想了。刚刚那个第四条好像也怪怪的，啊，这没有什么了，八条全部换掉，天地无极，啊，来不及了，他已经进来了啦。接下来就简单了，来一条一条把它换下来。来第二条下，换上新的，啊，给它测试一下哦 ，OK。来三下，贴上双面胶，新的上去，试一下。哎，啊，没有试哦，直接上第四条。哦，是整组一起试啊！他明明就是忘记了，在那边装什么文明。他第五条也不试了，直接拉第六条，然后贴上背胶，再换上新的。看起来都没有要一条一条试了，已经开始在偷懒了。不过这个影片我已经好像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。好了，第二组也全亮了。现在开始回装扩散片，锁上螺丝。就跟你讲，这个锁螺丝我最会了。现在换导光片，其实就放上去而已啦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好，现在压上压条，这个压条啊，用手捏一捏就固定住了，比锁螺丝还要简单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接着请出我们的大爷易经面板。跟你讲，我现在有维修吸盘，也不用担心了。但是那个吸盘的橡胶啊，会不会老化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。没关系哦，是修趣味的。现在把这个驱动电路板粘回去，不要太大力哦，这个比较容易坏掉。好，易经的外框给它盖起来了，这个这样子给它啪啪啪啪的按下去，有一种快感，有没有？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幻觉而已。我们刚驱动电路板只是用它的残胶稍微粘一下而已，现在这样我们要换上新的双面胶把它固定起来。这个啊，感觉现在成本控制控得越来越厉害了，觉得现在易经电视好像做的连一滴胶水都不会浪费的感觉。所以它的寿命可能也不用太要求了吧。我记得早年呢，一台这样子的电视可能要20万、30万台币耶。现在这种50-60寸的，是不是特价的时候10000多块会找到？所以我猜电视可能也没人修了，要不然修电视可能也利润不高了，我猜。那大家还会想要自己修这一个吗？不过你如果不想修的话，可以看海贼王修啊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在锁的这个是喇叭。好，现在把主板装上去。你看现在主板加电工剩下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啊，这个是逻辑板。我的天啊，现在用 IC 就直接搞定了。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，但换个角度想，可能一切都不给修了。
因为啊，基本上这些 IC 就是单一功能，甚至针对单一型号而已。东西坏了，如果你买不到 IC， 那差不多就报废了。话说回来，海贼王，如果你以后没有东西可以修的话 ，DIY 日记要做什么？你看我这么胖，做个美食博主是不是也 OK 啊？那颜值太低这个部分要怎么解决啊？那你看戴着羞耻面具吃霸王怎么样？啊，不要笑了，我好像忽然之间找到出路了。然后电池也组装完成啦。现在组装完成，我们可以测试了。啊，我也是在等啊。我们走吧。哦耶，荧幕亮了，好像修好了呢。又成功了，多试几次保证成功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，订阅海贼王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。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灵魂台，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。到达变电站之后呢，